洋葱、苹果持续吃七天，甩掉赘肉和雀斑，对消脂和抗衰老也有帮助。很多女性朋友抱怨自己喝水都长胖、节食、运动、喝减肥药。他们试了很多方法，但是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。其实我们常吃的洋葱和苹果搭配得当，就能有效减肥，快来试一试吧。一、苹果、洋葱。减肥作用。洋葱具有提神、降血压、预防糖尿病、改善消化不良等作用，它含有蛋白质、粗纤维以及维生素，所以洋葱还具有减肥的作用。洋葱是粗纤维食物，清肠排毒的作用可不小呢。多吃洋葱减肥的同时，还能美白肌肤，可清除脸上的斑点。排毒作用。苹果中含有非常丰富的果胶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除体内的食品添加剂和金属残留物。而洋葱中含有植物杀菌素，也有很强的杀菌作用，能够吸收我们体内的有毒金属元素。预防心脏病。苹果和洋葱内有丰富的黄酮类天然化学抗氧化剂，能够帮助我们保护心脏，预防心脏病的发生。洋葱苹果汁。材料。洋葱四分之一个，苹果四分之一个，蜂蜜一大匙。步骤。一、把洋葱洗净去皮。二、把洋葱切片后用微波炉加热二分钟。三、把苹果连皮去核切成适当大小。
四，加入洋葱块、蜂蜜和冰块，用榨汁机打成汁。洋葱苹果水，材料，洋葱一个，苹果一个，大蒜几个，步骤，一，把洋葱洗净，去头尾，去皮。二，把洋葱切片，切块均可。三，把苹果连皮去核，切成适当大小，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白糖，增加甜味。四，把蒜头拍打一下，剥开，和洋葱苹果一起放入锅中煮熟，把原材料拿走，只喝煮好的水即可。P.S. 小编提醒大家，洋葱苹果水还有止咳的功效，可以在感冒的时候喝，很管用的哦。洋葱苹果汤，材料，洋葱一个，苹果一个，盐少量，胡椒粉少量，步骤，一，把洋葱切成丝，放在锅里加上水，大火煮开，然后调成小火。二，把苹果去皮切块，然后加入锅中煮三分钟。三，在出锅之前加上一些盐、胡椒粉提味即可。洋葱好处多多，洋葱是我们平时都会接触到的食物，而且洋葱的功效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
改善便秘。洋葱的硫磺成分能促进肠蠕动，丰富的可溶性食物纤维能刺激肠，使肠胃运动更旺盛，低聚糖也能抵制肠内坏菌繁殖，帮助我们改善便秘的状况。降低血糖。洋葱具有降血糖的作用，而且它不会引起低血糖，是一个比较好的抗糖尿的食品。预防癌症。洋葱吃得越多，得胃癌的几率就越低，因为洋葱中含有山脉酚和胡提黄酮等成分，可以阻止癌细胞的形成，从而防止胃癌的形成。预防骨质疏松。洋葱中含有的物质有类似雌激素的作用，多吃洋葱可以帮助我们有效预防骨质疏松。平时的时候多吃炒洋葱可以补钙，配合猪豆类、肉类一起吃效果更加明显。改善肤质。洋葱中含有的谷胱甘肽能抑制黑色素的生成，对湿疹、皮肤炎、荨麻疹或干斑等都有改善作用，多吃洋葱还可以帮我们美白。改善眼睛疲劳。洋葱中含有的谷胱甘肽也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眼睛的疲劳状况，缓解眼睛模糊的情况，帮助我们保护眼睛。洋葱减肥的食谱很多都是我们会做的，比如洋葱炒鸡蛋、洋葱炒鸡肉、凉拌洋葱丝等。下面小编想给大家补充几个不常用，但是效果超级好的食谱。洋葱番茄意粉。材料。一个番茄，一个洋葱，一头蒜，二勺番茄酱，200克肉末，一勺胡椒粉，适量芝士粉，适量意大利面，二小块黄油，适量盐。步骤。
一，把番茄划上十字刀，然后放入碗中，并用滚烫的开水浇在番茄上，浸泡片刻。二，撕掉被开水烫开的番茄表皮，将番茄切成丁。三，将水煮开，往锅里撒点盐，搅拌均匀之后，把意面放入其中，煮八分钟之后捞出来沥干，在沥前的意面上倒少许橄榄油拌匀，面条不易粘黏。四，把洋葱切碎，蒜切成末，把锅烧热，放一块黄油融化，倒入肉末翻炒至变色后盛出备用，再重新融化黄油，倒入洋葱，翻炒至变色。五，把蒜末、番茄丁和肉末都加进去，然后加上番茄酱，翻炒均匀，做成意面滴酱料。六，倒入煮好的意面，拌匀，之后加上胡椒粉和芝士粉拌匀即可。红酒泡洋葱。材料：洋葱两个，红葡萄酒500毫升，步骤。一，将清洗过后的洋葱去皮，并且把每个洋葱平均切成八块，把洋葱放入一个广口瓶中，并将葡萄酒也倒入到广口瓶中。二，把广口瓶密封起来，放置在一个凉爽的地方，大约7至8天。三，把葡萄酒和洋葱分开，放置在不同的容器里，并把它们放入冰箱，可以随时拿出来喝。P.S. 每天夜里醒来，一直到天亮都不能再入睡的，或是不吃药不能入睡的不眠症，饮用洋葱泡红酒都可以得到改善。小编还建议眼睛容易模糊、眼疲劳的人多喝洋葱泡的红酒。洋葱有这么多的功效，一定要多吃洋葱。You won't, what you gonna do?